都给我蹲下，要不老师我砍了他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韩团长，喝茶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冲！不好，有人攻城，小军，走。暴动！这那么多人啊！怕什么？没看他们手里拿什么？看看我们手里拿什么！哎，对对对，一群穷鬼羡慕起什么疯了？来一口杀一口，来一百我杀一百！弟兄们，我狠狠地打！谁不知道？老大在我手里，谁等我砍了他。哎，你不是说只有指挥官才能看望远镜吗？呵，这玩意儿还真清楚啊，怪不得这个小子不让我用。什么时候冲啊？急杀还不是时候。暴动很多，那几个门都有暴动农民军。那北门呢？北门目前没有什么状况。给我集中所有的兵力，守好各个城门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是，给我打！团座，团座，你看呐，这帮工程的赤匪啊，好像根本就没把咱们机枪子弹当回事，他们根本不躲不闪的，团座。指挥官，官，有，团长，那个城门情况怎么样？到现在只有北门没有搜敌。重命令，把北门的兵力调过来支援。是，快。北门的兵一调走，剩下的都是我的人了。我去给你守北门去啊！哎呀，去吧去吧！哎，好，我去了。北门还是没动静，这个方刚子，怎么回事？动静！报总指挥，东门西门部队还有南门的部队都已经发起了进攻，只有北门没有动静。这个王杠子到底在干什么？北门如果再不进攻，将会贻误战机啊！小老大，有，去北门告诉方杠子，再不发动进攻，我可要执行战场纪律。是，走。
老子等的就是这个时刻。他们已经撤了。撤了。宋宝，刚子，看过大戏没有？主角都是关键时刻才出场的。啊！你给我混蛋胡闹什么？啊！你无人机！同志们，准备！你们上这边去，没事。哎，这不行，这可不能拿走，架上架上。完成守不住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团座，团座。
快想办法守住城池啊！县长大人守不住了啊！给我顶住啊！夏东军，我乃一县之长，你是保安团团总，守不住城池是你我的职责。哎呦，县长大人，你别迂腐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职责呀？共产党和暴民把城都给破了，你要守也是一座空城啊！快走吧，逃命要紧。是啊，老爷。不走，我不走。历朝历代，黄安县什么时候出现过一个临阵脱逃的县长？还有县长大人，快走！走吧，老爷，走！快跑！快跑！快！站住！那边呢？矮娃子，到！把韩氏夏道军留给我，我要亲自砍了他！是，走！跟我来！快追！别跑了！县长大人，这帮悍匪是大逆不道，搞得我们如此狼狈。县长大人，快走吧，跑不动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不能留着，要不然共产党来了，你就没命了。湘军，带我们去地道。哪有地道啊？怎么连个地道都没有啊？确实没有啊，废物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县长大人，县长大人，快走吧，不能停啊！王八蛋，追！走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醒醒啊！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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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！老爷，你忍着点，千万别动啊，别乱动。没事，再给你抱一下。找到回来干什么？追！是，滚！忍着。铜锣，找到了吗？
没有，可能他们两个都已经死了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要看一下他的狗头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疯了吧你！不砍下他的狗头，我怎么给弟兄们祭灵啊？闪开！童龙。提醒过团长，共产党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进富大患，可他却把剿匪放在心上。如今黄安已逝，我们不但未尽半点抵抗，反而得以幸存。长官，这是屯座安排上的问题，没有咱们的责任呢。黄安虽小，却关系重大，这也是上峰为什么把韩石派到黄安增强城防的原因。如今已然失守，这么大的事情总要有人负责。可团座他现在不是死了就是成了共军的俘虏，这个责任谁来负啊？长官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武汉。武汉。站住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长官，城都没了，你就放我们回家吧。当逃兵？你这是找死！老七，放他们走。长官，不能这么放他们。快走，走走走走。你也走吧。走。哎，这是绿林好汉刘铜锣吗？哎，好像是，就是他。我去问问，你去问问。哎，去，你是老君山刘铜锣刘司令吗？是啊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刘铜锣，绿林好汉刘铜锣，大家快点来啊！我都听说昨天晚上你是从城外飞上城墙的。就是你第一个打进来的，是吗？听说你一个人杀光了本门外的白狗子，是吗？刘司令是老天爷派给我们皇安的天高星，专门来惩奸除恶的。谢谢大家，刘铜锣。哎，青面夜叉薛以诚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刚才叫我什么？青面夜叉薛以诚。哎，以后不能这么叫我名字了，我现在有新的名字，叫薛共产。薛共产，真有你的！哎，你也参加起义去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没我行吗？哎呦，这墙头草随风倒。脑子倒是蛮机灵的嘛，连名字咋都改了呢？哎，大妹子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。薛某不才啊，我参加了起义军，是李总指挥亲自给我改的名，叫薛共产。你也拜李先生为师了？哎，我拜共产主义为师了，我现在已经痛改前非啊，改名叫薛共产，以后你们就叫我薛共产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北门的突破口听说是你打开的？对啊。本来我跟你说，为此李总指挥啊，肯定给你记一次大功。哎呀，记不记大功无所谓，我又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。哎呀，还不如给我来点实惠的，分我点兵，我回老君山重建山头去。莫非是土匪没当够？当土匪有什么不好的？逍遥自在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叫你青面夜叉薛以诚听着顺耳，啊，仗义。还不如这样，回来跟我干吧，把你那点兵力给我带来。你啥觉悟啊你啊？你还是李总指挥的学生呢，哎呦喂！我跟你说，我得叫李总指挥给你好好上课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行，一听上课我就头疼。好了，没事，改天请你喝酒。行，改天你请我喝酒，我好好给你上上思想课啊。就这么着，一言为定啊。好啊，走了啊。哎呀，今天可算见着真人啊！是，哎呀，大英雄啊！哎，谢谢，那是吧？是吧？快给我绑！哎，不是，没事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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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别动！你们俩不是拜把子兄弟吗？干嘛？打起来了！有你什么事？不是，这刚打了胜仗就起内讧啊！我跟你说，真的让李总指挥好好处分你们。这就是李总指挥让我把他绑回去的，回去处分他。是总指挥的命令吗？废话。绑走！哎，杠子，快走！这为什么要绑铜锣？走走走！为什么要处分他？散了啊！散了！还不是你们干的好事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走了，走走走！哎，干嘛呀你们？方丽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干嘛呀他们？哎呀，你们放心吧，林县长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我们先去找韩石，等找到了再说。走。啊。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哎哎！别拿枪对着我，我是夏特佐。哎，队长，哎，来来来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呀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夏大总，手给我，哎，来，来，哎，行行行行，哎，走走走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哎。团总，嗯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真倒霉，算是老子的命大。哎，哎呦，我的马呢？团总，您看这荒山野岭的，我哪去给您找马呀？没马，找双鞋。团总，哪儿去给您找鞋呀？你看您，你个笨蛋！团总，那我穿什么呀？团总，自己想办法。哎。走！哎哎，团总，团总！哎哎，首长，首长，刘铜锣给你带来了，快！李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先把他带下去，给他关禁闭。哎，什么叫关禁闭？就是把你关起来，反省反省。我又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，凭啥关我？那好，共产杠子。把他和国民党的俘虏关在一起。哎，等等，这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？是我帮着你们把黄安城给打下来的，这不讲理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关我？你挟持方杠子，延误战机，按军法处置，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。这早打和晚打不一样吗？能打下来就行了吗？子曰：“有也，好勇过我。”无所取材，我看你就是个无药可救的无用之才。你说我无用？我可是第一个打进华安城的。可你违抗军令，只想着为自己报仇。我承认，我是要为我的弟兄们报仇，但是我的敌人不就是你们的敌人，不是一样吗？你为了给自己报仇，就可以不顾起义军战士和那些参加暴动农民的宝贵的性命，去这样冒险吗？下去好好想想吧，首长，息怒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越打越生气。你们干嘛的？啊，同志，我是韩团长他表妹，听说他受伤了，我想见见他。我们这里是不能探监的。不都说共产党优待俘虏吗？我就是来给他送药。好，哎，小陈，把韩石带过来。是。你俩先在这休息会儿。好好。啊，谢谢同志。哎，谢谢啊。韩石，你出来，有人来看你来了。
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团座，弟兄们，我去去就来。你快点儿！不行啊！嗯嗯嗯嗯！哑巴，你怎么来了？杀人没有？还好，要不然我都没法向李先生交代。韩石找到了吗？在哪儿？监狱里，方雷姐已经去了，咱们走。这是韩叔来了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啊！你们干嘛？别动，走，走。哎，你不能带走他。开门！我们赶到这里的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。还有，你看这个。刚子。啊，报告。有事吗？是来给你那个铜锣兄弟求情的吧？给他求什么情啊？我不是给他求情的。那有什么事啊？说吧。哦，既然您提到了他，那就说说他呗。其实他吧，就是觉悟没那么高，这次确实做的不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他的。还记得在课堂上我教你们念过的？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既然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便有责任把他的这些坏毛病给搬过来。对对，肯定要给搬过来。这次事情没那么严重吧？给他个机会。如果这么轻饶他，他不会有长进。再这么下去，我看你也会染上他这些毛病的。我不会吧？我觉悟还是挺高的。我不说我这事儿，就说他这事儿。这样，宗指挥，我有个办法能把他搬过来。你有这样的本事？我是没这本事，但我知道有个人，只要他说一声，他肯定听。谁呀？那个曹立军，从小他就听曹立军的话。那天打黄安，他不听指挥。我就让曹立军去劝他，不过我说是您让他去的。臭小子，这倒是个办法啊。宗指挥，不好了，刘宗罗把韩石押走了。跑哪儿去了？老君山。你听听，哎，这个家伙还愣着干什么啊？赶快去找回来。哎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我放开！刘铜锣，把老子放开！各位弟兄，我刘铜锣对不起你们，今天杀了韩石，算是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刘铜锣，我们就是杀了你几个弟兄吗？老子是兵，你们是匪，我不杀土匪杀什么？土匪就天生该杀。老狗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今天把我杀了，明天我的弟兄找样也会把你杀了。就算你的弟兄来，我一定会挖了他们的狼心，掏了他们的狗肺。刘铜锣，我这次算是栽在你的手上了。
后悔，我真是后悔啊！我后悔没相信夏道君，我应该听夏道君的话，把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给杀了。来呀！住手！住手！告诉你疯了吗？住手！疯子！屠洛，你不能杀他！你疯了吗？每次都跟我们作对！姐，我不是护着他，我是护着你们的。你们为什么想杀他呀？松开！松开我！来呀，屠洛！来，屠洛！住手！屠洛，快下手！屠洛！屠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别拦着我，一命还一命。这个老狗杀了我100多个弟兄，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，为我的弟兄报仇。正因为他十恶不赦，罪大恶极，才必须押回黄安城，接受民众的公审，之后才可以枪决。处决跟杀了他有什么分别？我们是革命部队，是有纪律的，不能像土匪这般杀人如不能举，行人如恐不胜。好，我不是你们的人，我就是个土匪。屠洛，屠洛，你还饿？人我杀了，仇也报了，随便你们处置我，枪毙我也可以。不要叫我先生，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数焉。”我没有你这个不成器的学生。我是刘玉民师长的部下，少校副团长戴慧平，请通报一下。在这等着吧。支部缺一个马夫，戴慧平要是愿意喂马，就去马棚喂马；要是不愿意，立刻滚蛋。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喂马。带他去马棚。是，走吧。赵富贵，啊，我有事儿。你叫什么呀？打死他！打去！我叫二狗。大家排队，排队啊！一排队啊！对，好的。下面的曲目《黄安谣》，演唱者曹丽君。这儿签上名字。知道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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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我们红军就是人民的部队，我们打仗呢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。哦，哎，好好好，
怎么，你们也要报名参军？对，我要参加刘司令的队伍。我们也要跟着刘司令。对，我们也要跟着刘司令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要说一下啊，我们这里啊没有刘司令，我们的总司令是李平山，我们的党代表叫王汉江，啊，王汉江，没有姓刘的。刘司令不就是刘通罗吗？不是他带着你们打进城的吗？啊，刘通罗呀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他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队伍。什么？他去哪儿？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别急啊！啊，你们的心情啊，我能够理解，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啊。我知道了，刘司令一定回老君山去了。对，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们一起去老君山找刘通罗去。走，哎，走，哎，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别走啊，乡亲们，乡亲们别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。哎呀，哎，这地方啊，我自己又走了两次。我跟你说说具体情况，你看这座山，嗯，你看这里啊，怎么都绕。好，等一下我记一下。对，还有这儿，报告，还得想别的。啊，嗯，秦老大，怎么了？好，政委，师长，我们完成招兵任务，请求处分。说说具体情况。不是啊，我们招兵，可老百姓都哭着喊着说要跟刘通罗干，我说刘通罗不在我们这儿了，结果老百姓都跑了。那你们今天到底招了多少人？三个。三个？哦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先下去吃饭，我和政委研究研究。是。老李啊，这个刘通罗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脑子灵活，善于带兵训练打仗，可就是纪律性太差，这个呀，你比我可清楚。子曰：“勇而无礼，则乱呢。”你是担心他给你捅出乱子？老李啊，国民党军队很快就会反扑过来，仅靠我们这些兵力想要守住黄安，非常困难。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就是要招兵买马。刘通罗能号召起来的武装队伍，那会是非常强大的。弃之可惜哟。哎，政委啊，那你的意思是把他给找回来？这难道不是你的意思吗？不过还是要开一个党组会议，听取大家的意见，集众人之智。好。你在这里干的怎么样？做马夫还适应吗？我的座驾是英国的劳斯莱斯，确实是匹好马，踏月凌云，马蹄疾，浴血沙场当猛将，好马呀。戴副团长听说呢，好像整个团只有你逃了出来。是。可惜啊，确实是一匹好马。可这一匹好马竟然在上次战斗中弃主临阵脱逃，你说他该不该杀？应该。戴副团长念过《论语》吧？是，读过。子曰：“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。”哎呀，你瞧我这个记性啊！下句怎么念来着？
有杀身，你承认？对。成功难，成人更难。这里还有一颗子弹。